比赛看我完美抛物线，抛物线，我就站在你面前，比就看不见，看不见。Kill again, kill again, kill again, kill again。我就站在你面前，比就看不见，看不见。上条比赛看我完美抛物线，抛物线。我就站在你面前，比就看不见，看不见。对，我觉得两队都打动了我，一定要挑一组的话，要不你们坐下吧，我们都坐下啊。两组都让我佩服很满意，这个选择是蛮难的。我个人觉得他们的东西太保守。我先。他选了谁啊？小弟的选择是 round two。 Thank you, thank you, thank you. This is round two, everybody. 首先我觉得他们很能导，创作的能力，原创的能力很全面，很全能，结果让我真的非常佩服跟满意，所以最后的选择选择了 round two。